到了 Z 妹，今天来体验当面包店店员的一天，那我们就马上继续看看吧。好的，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店里面，那这边是喜憨儿烘焙屋的光复店。那我很常会收到就是喜憨儿做的饼干，所以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好奇，到底憨儿们是怎么做出这些饼干跟面包的。像我身后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喜憨儿手工饼干以及礼盒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体验一下他们是如何在烘焙屋里面工作。那我们就赶快先去认识一下他们吧。好的，那我们刚刚就是认识了三位负责外场工作的朋友，以及三位在内场做面包的面包师傅们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要跟大家学习，所以还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欢迎弟妹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去切吐司哦。有没有专业的感觉呢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然后这边往这边走。好，我们来到了内场厨房。那我们先戴上手套，确保卫生，再来就直接拿吐司。要到这边切，这边有个厨具，然后就要对，所以就是对它的一号跟八号嘛。对。哦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6、7、8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接的话，哇，再接，这样就切好了。这样也就切好了。哇，好快哦！好，就放着就好。对，那我可以试着切一个看看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现在。然后来第一次使用切面包机，对的，一根八嘛，对不对？一根八，对，把这样滑下去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样有对吗？有，快快关，它就开始切了，手要扶着，对不对？对。面包出炉，面包出炉，好，切好了，翻开这样，我成功切了我的第一个面包，好。切完吐司，现在呢要来挑战烤面包，要把葱花铺平，对，就把它散开嘛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样可以吗？那一点。哦，要再边一点。好，结果都是金针铺的，我只铺了一个。要撒很多吗？不用，要平均。一点点就好。对，平均。好。哇，我觉得我撒超不平均的。这样可以。好的，这样可以了。现在用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黄金起司条。黄金起司条，冰有超好吃的，天哪！金生，你喜欢吃黄金起司条吗？喜欢。葱花面包跟黄金起司条，你比较喜欢吃哪一个？葱花面包。哇，你走路那么快，我这个连一半都还没有。这样就好了，是我们的黄金起司条。也已经做好了，烤面包，好，温度8分钟，对，那你小心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直接放进去吗？对，好的，好，哦，热，关起来，好，那就按这个吗？对，好，就有这，哦，有闪红灯就有了，好。乱按。好的，那我刚刚已经把三盘面包都放进烤箱烤了，所以现在这个步骤烤面包已经完成。谢谢金生先生。他们这边其实有做非常多种类的面包，今天做的就是葱花面包、黄金起司条跟葡萄条。那其中葱花跟黄金起司条。看起来都超级好吃的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有个表，它非常的详细的说明，就是温度要多少啊，要烤多久啊，然后可能烤完之后要转个面再继续烤，所以等一下呢，就是我们会有金生小师傅来去看一下面包到底好了没，然后能不能取出来了。现在就是面包其实烤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，就是刚刚设定都是10分钟以内，就是烤一次，然后现在呢是第一回合。我们来看它的上色，看这边，感觉好烫，哇塞，这个好好吃哦！
还没上色。还没有上色，那就退回去吗？对，退回去。哦，我觉得就可以吃了。天哪，说要两分钟，对不对？好，看吃。Yes。好，我会了，会了。好，那好，另外一个好了。哇，好美哦！再烤吗？再一份。那要转吗？不用。好，直接退回去。这个超美的，真的可以了吧，师傅？这个算是可以了。再一份。好，再一份吧。好，我等他。我等他好，我会等着吃它。这个可以了，这个可以了吗？可以。要浇。好。对，要浇。哦。然后放水，谢谢帮助我。到这里吗？对。对，谢帮助我。面包出炉了，各位。好，这个面包现在烤好了，放凉之后。才能够把它们放到架子上面。好期待，下集拿来吃。那现在我们要把吐司就放进去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好。好。嗯。这样子周边。这样子吗？对。吐司的有效期限打上去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它只能保存一天哦。因为我们没有加防腐剂，所以我们就是会希望客人是吃到最新。那我们打上就是最佳成功哦，对，先粘上去，对，下去，啊，好的，没了，装修。那我们今天也有另外一位伙伴龙盛要跟我一起学习怎么做幽灵面包，搓，是搓吗？对，搓圆，哎，你。握太紧了，你握太紧了，好，轻轻的就好，好，轻轻的，哎，轻轻的，现在握住哦。那试吃吗？对，是可以去吃面包吗？不是，是我们要在客人进来的时候呢，主动发试吃给客人，介绍这个面包。OK， 给客人试吃，对，不是自己试吃。好，我以为体验试吃是这个部分。这个是巧克力甜心，对，欢迎试吃，欢迎试吃。然后里面有包肉跟蔓越莓，就这样就好了吗？对，哦，好。欢迎试吃哦，乳酪跟蔓越莓是巧克力甜心，很好吃哦，要吃吗？来来来来来，那我们可以偷吃吗？可以哦，可以哦，真的假的？可以吗？你好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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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巧克力甜心，谢谢，这是我们的新歌，在我们这边富士山全部都是新品。好的，幽灵鬼面包拿出来，可以直接，我不会烫，我刚吓到，就是，好，然后怎么压？好，嗯，有，哦，那一个面膜抖一抖吗？哦，它的嘴巴是在外面的，对，是不是很 Q？幽灵鬼上进去烤了。好的，我们刚刚的幽灵鬼已经烤好了，现在把它拿出来吧。哦，好好笑哦！你看，哦，往下滑，丢包哦，丢包。要让它放凉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我们就来试试我们刚烤的葱花面包了。好哟，那我们就来喽。好香哦！我做的好吃还是你们做的好吃？你做的。我们辛苦一起烤出来的面包成果就在这，我给120分。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桥段就是要将烤好的面包放到架上，让客人可以选用。对，哥哥，哥哥吧，我帮你拿，还要给他摆斜斜的啦，是那种然后网美拍照脚要斜一样，我的面包也要斜才好看。那这样我们面包就上架完成喽。
好的，那今天来到喜憨的烘焙屋，一整天下来觉得真的非常的开心，因为看到了很多之前自己不了解的地方。那来到这里才发现，就是真的喜憨人们他们每天要做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，要烤面包，要把面包装袋，然后要接待客人，然后还要收银等等。那每个人都很棒，也非常努力的学习，都做得很好，也非常乐于的教导我他们工作的内容。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跟他们一起生活。那在这边的汉汉老师们都会依照孩子们擅长的东西以及特质，把他们安排在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面，以此让孩子们能够借由工作得到满满的成就感。这个地方呢，不只是他们的工作场合，也是他们学习的学校哦。基金会希望呢，就是能够在这里提供汉汉们终身学习的机会，以及在未来终身照顾的服务。如果小弟们也很想要跟我一起支持汉汉们的话，也欢迎大家来到面包店购买面包跟饼干。那也邀请大家跟着喜憨儿基金会一起支持喜憨儿工作训练计划。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，我会把基金会的官网以及脸书粉专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里面，大家可以去看看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哦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可以分享出去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也可以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漏掉任何一支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你吃我的一口就好了。你咬，你直接咬一口。我这样咬一口，整块给我拔走，什么意思？